手游酷玩。嘿，你好呀，棒子僵尸。你要干嘛啊？你可以做我的好朋友吗？不要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植物，我是僵尸，怎么可能做朋友嘛？我一个朋友都没有，孤独的样子。孤独，我有办法让你摆脱孤独哦。真的吗？有什么办法啊？如果你觉得孤独，就在晚上关上灯，放一部鬼片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，楼道里有人，厕所里有人，客厅里有人，厨房里有人，到处都是人，可热闹了。解救孤独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